人古早人讲吼，爸母无啥事啦，啊，饲囝咧学搬鱼啦，啊，搬鱼敢有啥物唔好？啊，实在嘛也唔好。唉，一日往东，三日往西啦。啊，天公伯啊，甲咱安排这个命运咯，啊，无要安怎，嘛是爱做啊。好啊啦，啊，咱都不输主，除伊搬鱼以外，阁袂当从啥物下心啦。哎呦，老大人困都困你个，你安尼，啥物咧输主甲不输主啦？啊，实在嘛有影无效，坐咧车顶嘛咧跋筊啦，迄是足了然的，咱讲正经的。啊，若讲咱强啊吼，因个老爸也足无差不多的。啊，甲咱支持一下是会安怎？对，啊，就予伊哦，安尼带迄囡仔在咧乱溜恁呐。靠腰哩，三顿手无够，半暝手来斗，后尾我放肆，甲读起。叫我读哩，啊海姐啊，啊当你一出骂一出骂，当时咧骂啥？哎、欸，我若挂伊个国宝咧，叫我读哩。人生本来就无常。来去亲像一阵风，咸酸苦正轮流转，不幸坠落狂浪中。